为什么要救我？你不要说话，站住！不准你带他走，我是在救他，我不相信你，你不相信我没关系，但是你会害死他。你要带他去哪儿？一个锦衣卫找不到的地方，我跟着。不然，我发誓，绝不放你走。 走。虽然还没有找到兵符，但你的表现可圈可点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锦衣卫的千户了。谢大人。起来吧。 你的那些烂账，我已经跟赌场打过招呼了，一笔勾销。下官莫齿难忘。既然把援兵推入了深渊，索性再推得深一点，暗通金刀门刺杀王爷的特使，把这些罪名 统统坐实了。是。王爷，你说说吧，我看你了解的情况是否和我的一样啊？偷兵符的人已经找到，是锦衣卫的家贼袁斌。家贼，有点意思啊。他身在何处啊？我们正在全力缉拿此人。 没想到半路杀出个金刀门，把援兵给救走了。金刀门是隐秘江湖的一个秘密组织，这些年在江湖上一直……金刀门，金刀侍卫。王爷，您的意思是？这让我想起了多年前一夜之间消失的一个秘密组织——金刀侍卫。如果这十二道兵符落入他们的手中，你我有天大的本事也无力回天了。金刀侍卫，这金刀侍卫。 是与太祖皇帝有关的秘密事，哎，不说他了，说说那个袁斌。袁斌以前是个千户，我查过，他在加入锦衣卫的时候没有问题，这些年也没有任何破绽。一个千户，家贼，竟然能瞒了你这么久。 属下办事不力，该罚。该罚。哎，这罚与不罚，有那么重要吗？我现在对你那是失望。求王爷，再给属下一次机会。我希望。 下次你再来的时候，手里要拿着那十二道兵符给我，否则自会有人替代你。朱统领，以后你们一起办事。是，王爷。 你别碰他！你信不信？你再多说一个字，我就杀了你！来人，拿金疮药。是。斌哥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
你让他出去，我就告诉你。你先出去。我们金刀门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金刀门和金刀侍卫有什么关系？你放开我的手！你不告诉我，我不会放开手的。金刀门的前身就是金刀侍卫，是太祖皇帝创下的秘密军团。太祖皇帝驾崩后，金刀侍卫隐迹江湖，改名金刀门。但是我们还是暗中为皇上做事。皇上得知王爷想得到兵符，威胁他的皇位，便暗中委派我们寻找这12道兵符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皇上之所以没有让锦衣卫寻找兵符，那是因为皇上知道你们锦衣卫已经不再可靠。你们锦衣卫的指挥使投靠了王爷。这兵符到底是什么？江湖传言，谁能得到它，谁就能号令天下。因为这12道兵符可以召唤出12支军团。我也就只知道这么多了。门主，金疮药。放下。是。你现在可以放开我的手了吧？为什么要救我？你爹袁千秋曾经也是金刀门侍卫，和我爹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。太祖皇帝驾崩后，金刀侍卫隐迹江湖，你爹他却放弃跟随，并且把你安排进了锦衣卫。所以，我才会有你爹的遗物。或许你已经忘记了吧。你是鬼花，袁斌，袁斌，袁斌，怎么了，斌哥？你回去吧，我要带他去个地方。你休想！你再这样纠缠不休，他一定会死。你若再不回去，锦衣卫也一定会怀疑你。那你保证他不会有事？我保证。
我以为你只会打架，没想到还能听懂我的琴声。彼此彼此。对了，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？为何叹息？我是金刀门的门主，只有在这里才有自己短暂的时间。你这次救了我一命，我欠你的。好啊，那你接下来怎么打算？我不是罪人，我要还自己清白。之后呢？还做锦衣卫？匡扶正义，还世间正道，这是我当初做锦衣卫的初衷。我是不会背叛我的信仰的。你没有背叛你的信仰，因为你的信仰是匡扶正义，而不是做锦衣卫。再说，现在的锦衣卫已经没有你的容身之地了。可是我也不能背叛曾经的我。你可真幼稚。你可曾想过，现在的你才是真正的清白之身。该下山了。参见门主。禀门主。何事？放心说吧，他不是外人。门主，又有兵符的下落了，在黑龙帮。不过这黑龙帮的四大堂主都在，这块骨头不太好啃啊。你火速侦查，一旦有机会马上动手拿下兵符。是。慢着，我有个计划，不仅能帮到我，也能帮到金刀门。什么计划？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没事就好。我找你，是想你帮我一个忙。你说，我答应。我都还没说是什么忙。什么忙我都答应。我想戳破指挥使与矮谷的阴谋。孙掌柜，肯定是矮谷灭口的。门达一定回镇抚司里边指点一切。现在唯一的突破口就是兵符。你想让我怎么做？我要你想办法转告矮虎，已经有了下一道兵符的下落，就在黑龙帮的手里。矮虎的贪功一定会带锦衣卫去伏击黑龙帮。我的目标是矮虎。好。你来的正好，我正想找你。找我？请问千户大人找我有事吗？袁斌的事你还要尽力，救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快点找到他。千户大人，你相信他是凶手吗？我不信，但又不得不信。嗯，你手上拿的什么东西啊？
哦，是刚来的信报。信报，能给我看看吗？这封信上面写了黑龙帮的据点，还有最佳行动的时间。想办法让矮虎看到这封信。 最近江湖上都在找十二兵符，我们是江湖中人，不能拖后腿呀。这次叫你们来，我是琢磨一个问题：这兵符到底是干什么用的？ 不错嘛，做了千户，你安排的，没错，兵符归我了，人归你。 真是阴魂不散呐！人是我杀的，那你在他那儿有拿到你想要的口供吗？拿到了。你暗通金刀门，这点不冤枉你吧？不冤枉，只不过立场不一样。
金刀门与锦衣卫站在不同的立场，你选择了锦衣卫，所以你背叛兄弟，你背叛的心安理得。我敢做敢当，今日落在你手里，便任你处置。文达要杀你的时候，你选择背叛我，现在我要杀你，你又装得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，怎么解释？我不怪你，但你会杀了我。我知道你们的藏身之处，又看到了叶知秋跟过来，傻子也不会让我离开这里。错，我会放你离开。什么条件？我要你写一份口供，把你嫁祸给我的经过老老实实的说出来，我就放你走。可盗窃王爷府的事情终究瞒不过去。你不懂，王爷不会把这事闹大。纵然我给了你口供，你要来又有何用？给谁看？恐怕只有皇上才能给你主持这个公道。真是皇上？是王爷。你想想，如果王爷知道是谁杀了特使，他会怎么做？杀特使的人竟然是身边的一条狗。果然聪明。你说过我们兄弟之情恩断义绝，可是你还是给了我一条生路。今天我也会给你一条生路，只要你肯回头，我依然把你当成我的兄弟。你让我背叛锦衣卫，我让你背叛门达，有区别吗？有。我虽然被锦衣卫除名，可是我还是当我自己是锦衣卫。可是门达不同，只要他在，锦衣卫就不是我期待的样子。看来我别无选择。你要知道，现在除了我，每个人都想要。有些人呢，就是一厢情愿。明明人家只把她当妹妹，而自己却厚着脸皮不知进退。怎么，想动手啊？要不是斌哥在里面，我早就和你动手了。你倒是挺会给自己找台阶下的嘛。你的心思我也看得明白，但是斌哥绝对不会喜欢你这样的妖女。你说谁是妖女？我说你是妖女，你再敢说一遍。怎么想动手？你以为我怕你啊？好，那我们就比比看。住手！拿到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就进去把他杀了，反正你们锦衣卫也没一个好东西。我打算把他放了，有了这份东西他也不敢怎样。也好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你说。把他给我杀了。你不是答应过我要报答我的救命之恩吗？别胡闹。
你不杀，你不杀我杀。鬼话。明哥，鬼话，鬼话，鬼话，你的救命之恩我一定回报，你换一件事我一定答应你。我不管，我就是想让你杀了他。一直没有还给你，是因为里面有我的血，我洗了好多遍，终于洗干净了。送你了。不告而别，来世再做兄弟。白虎，风尘仆仆，一定去了很远的地方吧。我们锦衣卫的手段你比谁都清楚，从诏狱里出来不死也是个残废。这么漂亮的脸蛋儿要是废了真可惜呀。特赦令，我知道你喜欢袁斌，我可以把你和袁斌中间的那个人除掉。至于袁斌嘛，我可以保他毫发无伤。告诉我他们在哪里。穿上我的衣服，离开这里。顺便告诉袁斌，我欠他的，还给他了，下辈子再做兄弟。
通知下去，全部撤离。是，走。勾结金刀门刺杀王爷特使，图谋不轨。识时务就把东西交出来，我饶你不死。不要跟他废话，不能让旁人知道我们在帮皇上寻找兵符。不识抬举。代表的可是王爷，去你的吧！十二道兵符永远都凑不齐。袁斌，此生能与你再次相遇，并且你还能听懂我的琴声，我虽死无憾。你愿意跟我一起死吗？我愿意。
了。